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庆记的加拿大生活。今仔日呢，我伫咧一个店的面头前。今仔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啊，大家一定咧怀疑讲，我到底是伫咧倒位咧上班呢？就是济光祥祥记，无唔对。这间店呢，伫咧台湾出来的，竟然伫咧加拿大有伊个分店，啊，我就是走来遮，今仔日是我头一天上班，啊，我即马想来我有闲咧，因为我头段已经上四点钟啊，伊上四点钟了后呢，你得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会当出来坐坐咧。啊，等下我就会去找你去内底。迄就是伫咧台湾最有名的一间咧煮迄鸡排啊，啊，佮有一寡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。这就是伊的菜单。哇，他讲的是菜单。啊，因为有足侪物件的啦。因为胖胖鸡，我嘛唔知伊这是咩啦番。啊，佫有大鸡排，啊有咸的，嘛有鸡翅，加一挂菜啊，豆腐，啊佫有一种一挂较细项的这种，足侪项的啦。但有一挂迄种，哎。就像做伙买较俗的迄种。啊，这间店呢是伫咧，是伫咧 Burnaby 毋是伫咧我遐住的所在，我住伫咧 Surrey。来遮差不多坐公车，啊，搁坐 SkyTrain， 就是坐伊敢那较近的迄种车吼。来遮为阮厝来遮差不多。50分钟左右，所以我大概要来上班，就要差不多坐50分钟的车。啊，回去嘛是差不多安尼。啊，遮的上班是拢是差不多11点外开始开店，啊，上加暗时下晡啦，下晡6点，所以较晚比台湾比起来是较晚上班，啊，搁较早结束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五六点就结束啊，安尼。吼，这就是差不多最近我要今仔日是我第一天的工课，啊，我是为今仔日因为是我才拄开始尔啦，所以我是为一点才开始上班，啊，毋过伊这店是。11点半就开啊，安尼啦。我头拄啊伫咧内底学一寡要煮迄鸡排啊，煮迄鸡排要安怎用啊？啊，要安怎穿物件伫咧倒位啊？落啊啥物用啊？粉要安怎淋啊？哦，学到我真正规个人拢要爆炸去啊！因为足侪无同款的粉。啊，毋过伫咧即个所在呢，是足侪迄种。中国菜的迄种店，啊，则差不多60-70%的人拢是讲国语，所以你边会晓讲英语，你嘛会晓，你嘛会当伫个遮生活无问题，足侪人拢会晓讲国语。啊，这是加拿大的其中一个分店尔，啊，伊阁有两个分店。其他两个，一个伫咧 Richmond， 一个伫咧温哥华的迄个较闹热的所在。啊，迄两个分店就较侪咧讲英语，所以我明仔载袂伫咧遮，我明仔载走去另外一个所在，啊嘛是伊的另外一个分店。好，啊遐就是因为分配人拢爱伫咧。不管看的所在伫遐培训，所以我今仔日就是伫咧遮。
头一天我开始，我头早已经有点伊个鸡排，甲伊个香香鸡，我要来甲大家试食看卖咧。伊到底，暗过我无伫咧台湾食过一斤咧，我唔知伊食起安怎，我着食看卖啦。啊，甲大家分享，等下我食起来的感觉安怎？大家甲看落去。Oh, my meal's ready right now. Thank you very much. Great service. I would like to tip them. $10. Tip them. 爱在加拿大买买买物件吼，你一定爱付小费啦。爱甲这钱吼投咧遮内底，爱付小费，安尼因才有钱通赚。大家知影无？好，我要来吃我的鸡排啊！好，大家看卖伊的滋味是安怎？吃起来就敢若，哦，这淡薄仔咸，伊这是有较咸的。吃起来淡薄啊，就是敢那较普通的迄种鸡排，甲台湾比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。啊，佫有另外一种的是迄种香香鸡，我食看卖。这较好食。这胖胖鸡比的鸡排较好吃。好吃。这是阮阿姊上爱食的台湾的鸡排，竟然伫咧加拿大我咧做济，我见济。好啦，差不多安尼，今仔只影片。大家要来加拿大买遐。是不要想要买我们的鸡排比较没那么好吃，买这胖胖鸡一包这样差不多9块加拿大的钱，差不多台湾的钱应该是170块一包，小小包啊，这样一包170块。好，来再见。